不，李尊，我这边既无什么身体，官存尊心，恐怕要脱苗一命。放心，目击虎族的尊心窍门，未出手，多谢义尊救命之恩。新决心，目击众生，要存有你脑海印记，这份战业痛痛，将永远刻印在我心中。原来伊就是义尊，伊的后代之功，难道是被新决心所破？是伊，哼，真正是冤家路窄。我以为你早已魂归西天，来，子弘，与我聊聊。奴家不下分杯，数十杯。漂亮，一路飘速，你胆敢无将我放在眼内？阮已经终止彼此合作关系。义尊何必在蛤蟆位？以为我众魂皇最力可伤，便可肆无忌惮向我耀武扬威吗？奴家并非无聊之辈，无聊之辈，这是我对你的警告。天龙义尊诀，转红掌。啊！凶残起掌，却是机鬼收敛。义尊更不敢轻触其名。雪姬自动知晓收敛之，便还以三分飘逸，七分冰凌。黑局断魂将七红，哈？七杯。